张仲，怎么办？他要在百度后你在考不考？那真是太好了。你最害怕什么？最害怕，最害怕当初害怕什么？那怎么办？我会一直深呼吸，然后数自己的呼吸声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，折棉被。这地最不满意的部位是？最不满意的、还好吧。自然是最满意的部位是嘴巴，嘴巴小。觉得自己哪时候最帅？自己跳舞的时候。哪时候最帅？吃东西的时候，因为我喜欢点菜。讨厌别人说。讲别人是非，然后又争取我的认同。那讨厌两个坏。微笑挥手。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虽然很想讲收工的时候，但是其实是整吃早餐的时候。你最害怕一女友劈腿，二火车出轨，三半夜跳舞。有。最想要的采访。唱歌吧。请问你照亮我星球，观众说这句话。照亮星球，绝对是一部发人深思又震撼的一部保护级的最棒的。